各位报告，大会报告，我们进阶组的竞赛即将开始，进阶组的竞赛即将开始。目前为止，我要希望再确认车辆的问题，车辆的问题。我现在确认车辆的问题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我们即将进入进阶组的载重竞赛。目前为止呢，我们要确认一件事情，就是车辆不要再进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挡车机制，严格执行挡车机制。那我现在看起来，可能车辆挡进来的原因，可能在二号入口处的地方，哦，或者是三号的入口处的地方，要确认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我们现在目前为止要启动我们的车辆控管机制，还有请在司令台左方，司令台左方有些先生哦，请要退开来，因为载重竞赛它是一个高载重，飞机有可能会冲出来哦，但是我们希望的是不要撞到你，好、哦，不要撞到你，所以我们的封锁线呢有稍微在加长，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请 AV 报告开始进行你的竞赛。